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竹子在中国人，尤其是在文人的感觉里呢，它是特别具有一种代表性的。那我们知道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呢，喜欢竹子的人真的是不胜枚举。其中尤其是苏东坡，他的无竹令人熟，还有郑燮、郑板桥，他一生非常的爱竹。那记得呢，郑板桥有一首诗呢，他说："不风不雨正晴和，亭亭翠竹好结棵，最爱晚凉佳客到，一壶新明泡松萝。"那在他的这首诗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呢，郑板桥对竹的形容啊，然后对于竹节啦、竹叶啦啊，那竹的每个细微的部分呢，它都做很深的一个描述，那也可以感受到他常常赏竹观竹啊。那在这个竹下呢喝茶呢，更是郑板桥在很多诗上所留下给我们一种很美的一种身份的生活的一种典范啊。所以我常常说呢，其实我们要以古人为友啊，比如说我们读佛经，那我们就好像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那我们读《论语》，就好像在跟孔子说话。那同样的，所以我记得哈佛的校训里面他说呢，你可以跟柏拉图为友，那你也可以跟亚里士多德为友，那当然最重要的你要跟真理为友啊。所以，其实呢，透过读书呢，可以给自己很大的一个生命上的一种提升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有郑板桥的这样的一个竹，那我们来插今天的花啊。其实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各位爱花的菩萨分享一下。其实，在你生活的空间，如果你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啊，你一定要用它来种一点点竹啊。我自己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种了很多的竹。那真的是就像郑板桥说的，真的可以以竹为友，以竹为师。常常看着他在风行雨露中，或者是在很好的天气中，他生命的一种舒展的感觉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难得的，我们有一支这样的一个墨竹啊。那各位爱花朋友可以欣赏一下，我现在手上的这个竹呢，我们称它为墨竹啊，也是刚刚才从花园中剪下来的啊。那其实呢，这个墨竹呢，它刚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并不是黑色的。那之所以称为墨竹，就是因为它的枝梗啊。各位爱花菩萨可以欣赏一下它的枝干，不是我把它涂黑的哦，是它自己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它刚刚抽出来的新芽是绿色的，但是它本身因为是墨竹，所以经过几年之后，它就变成这样墨色的，就像我们在画画的竹一样啊，所以很有气质，那也很特别哈，所以墨竹又特别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啊。那我今天想要用墨竹来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花器。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今天的我的花器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花器，就是一个莲花碗啊，这样很洁净的白瓷的莲花碗。那在这个莲花碗里面有一个莲蓬草。啊，那这个莲蓬草呢，它其实呢是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在用它来插花的时候所运用的啊，也就是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没有见山的啊，见山到清朝之后才开始有。那我们就是真的是施法自然啊，然后看到莲蓬的形状，那做一个这样的莲蓬草来插花啊。那不过我刚刚量了一下，因为它今天这个莲蓬草那个洞很小。其实它真的很美，如果刚好竹子的粗细很适合，刚好插下去，那真的是太美了。可是它的莲蓬草比较小了一些些啊，那我可以把竹子削短来插它但是呢，有时候又怕如果要再增加花的话呢，又不太够所以呢，我再想想看，是要加一个见山，要不要加一个见山下去插呢？还是直接呢？我们把它竹子剪细一点点不过我们来试试看，因为这也是一种技巧的学习哈。好，如果说我把这个剑山呢把它放进去放到这个里面，那各位爱花的菩萨现在也可以看一下下哈，我这个剑山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要插一个很精致的花器，比如像这样精致的白瓷，
那如果是一般的剑山的话，因为它是铁的哈，或甚至有点铜的，然后它在这个花器中久了以后就会磨坏掉花器，所以您最好能够稍微把它保护一下，这样子把它包一下下哈，那这样子呢才不会磨坏花器。啊，所以一个花器有时候它蛮名贵的啊，就算不是很贵，有时候你要再买到也不容易哈。好，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一个莲蓬条的上面也有贴了一些这样子保护的作用的，这个都是避免花器跟花器之间磨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好的方法啊。那这样才不会把一个很美的花器给磨坏了。好，那我再把这个盖子呢，再把它盖上去哈。好，那这样子这个整个感觉就很好哈。好，那我现在呢想要把这只竹插进去啊。好，那我想要我看一下这只竹它最美其实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呢事实上我们在插竹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不要插的太多啊，我们让它呢少少的就好了啊。所以刚刚提到郑板桥的诗呢，他说呢这个亭亭翠翠竹哈，那是记得郑板桥也有一首诗呢，他说一两三竿竹叶啊，那四五片的那个一两三竿的竹枝啊，那也四五六片的竹叶啊，他说自然疏疏淡淡，何必重重叠叠。其实他也是在告诉我们呢啊，真的画画的时候不要画的太多啊。那我们也常常讲真的幽竹千竿，怒画只有一竹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画画不要画掉太多哈。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哈，我试着呢去把这个竹节呢让它减少啊，这样子啊让它减少哈，那这样子我的那个洞洞呢我才不会感觉上太小了哈。好，我要再给它再减小一点点啊，这样子好，再减小一点点啊，让它这样子变小了哈，然后呢我才能够插到这个洞里面啊，不然刚刚那个洞呢太小了。那如果说我放弃了用这一个莲蓬槽，就好像有一些些的可惜哈。好，那我试一下把它这样子啊，弄小了。OK， 好，那这样子呢，它就 OK 了。好，那我再让它的叶子再少，我让它只飘一边就好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感觉啊，疏疏淡淡的。感觉蛮好的啊。其实呢我们在插竹的时候就像郑板桥在画竹一样哈，然后让它少少的，很轻灵的感觉哈。我再让它少一些些，好，让它整个是往一边这样子垂下去的哈，这样的感觉哈。那我想自古以来在中国的画作里面呢，画竹是特别的多的啊。那各位阿弥陀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竹子轻轻的哈，就像郑板桥的诗里面写的，他说呢只要四五六片的这个竹叶哈，那自然的疏疏淡淡，何必重重叠叠。好，我再让它叶子再少一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叶子那种疏淡的优雅的意境跟感觉哈。好，我让这里呢再少一点点，再少个两片的叶子。好，那就形成一个很美的这个竹的这样的一个意境跟感觉哈。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洞，那我就可以用那个空间呢来插一朵的小花啊。好，那今天呢我今天用的这个花呢，我们称它为马蹄花啊，马蹄花，它是一种夏天的一种香花啊。好，那这也是今天呢，因为今天有一点点微微的风雨啊，那因为由夏进入秋了啊，那大自然很快的就告诉我们现在是秋天了啊。那我把这个马蹄花的叶子稍微减少一点点啊，那因为呢，我要配一个这么细致的一个花，所以我让这个马蹄花呢，它也少少的啊，来，大家欣赏一下这个马蹄花，很洁净啊，纯洁、很纯白的感觉啊。虽然我们常常说插花呢，花与气要成对比色啊，就是说有点对比的颜色呢，但是呢，有时候同样的这样子的白色的花呢，啊，那感觉上呢，就也是很好的哈，尤其是
我们在插斋饰的花的时候，哈，我们常常讲说呢，插素斋的花最好呢清香而色不艳者啊方佳。那尤其能够带有香气的花呢，它一般来讲都是花瓶比较高的花。好，那我今天用一支这样的马蹄花啊来插座啊，让它侧一边垂一边哈，因为这个竹子呢，它侧向这一边，然后呢马蹄花呢让它很婉转的啊往这一边啊这样子过来的感觉，好，它的感觉啊，那各位可以看到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宁静跟优雅的。好，那像这样的一个花座呢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啊，它其实可以放在我们比较清静空灵的一个空间里面啊，让借由这个很简单的线条的优美啊，然后来表现啊文人雅士啊，或者闲居的时候啊，自己独处的时候哈，在生活空间中的一种感受跟美学啊。好，那我在插完一个这样的花的时候啊，那我们来配一下桌上的一个配饰跟感觉哈。好，我轻轻的把这个花器拿下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上哈，你是不是感觉上整个非常的纯净洁白的感觉啊？那孔子呢告诉我们说，素与为训，也就是因为素雅的原色呢，它是越绚烂的啊，越美的啊。然后呢也告诉我们呢，古人也告诉我们呢，天下莫以朴素争，也就是说呢天下最美的色彩呢，其实是越简朴越朴素的色彩是越美的。那虽然说现在我们很注重这个视觉的感觉，可是有时候很淳朴的色彩呢，它也会感觉让我们觉得很美啊。那今天呢，在这个很素朴的色彩上面呢，我想也让各位欣赏一下。如果说您希望在色彩上有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个变化呢，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刚好有一个这样子橘色的这样的布啊，然后呢，它上面也画了满满的。在风中吹动的这个竹的感觉哈。好，那我们也可以有时候如果说您希望呢整个意境上是搭配的啊，那您就可以让两者之间互相有一个这样的对比的色彩的感觉。那我们借由刚刚郑板桥的这个诗中呢，我们听到他说呢一壶清明泡松萝啊，一壶西明泡松萝，所以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呢他是在竹下饮茶啊。他说刚好天气很凉爽的时候，好朋友来了啊，然后他就用泡了一壶好的茶来接待他的好朋友。好，那我们试试看，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茶具呢啊把它摆上来。好，我们把它摆上来，像这样很美的一个茶具放上来啊，然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杯啊，一个杯盏啊，可以搭配着在这个角落的地方啊，让它整个的意境啊都能够表现出来啊。那在我们平常的日子里呢啊，我们也可以一样，就是呢当有好朋友要来喝茶啊，甚至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公公婆婆要来到家里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啊摆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的气氛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是台湾在未来呢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品味啊。那怎么样去提升每个人心灵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追求，而是我们懂得生活啊，那懂得怎么样把日常的生活感觉上啊，让它更加的有一种艺术跟文化的品味啊。所以呢，我记得不知道哪个诗人曾经说呢，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那一些有钱人，而是那些懂得当下体会生活的人哈。那像我们刚刚有这样子的虽然有一点点微微落花的，有一点点一点点稍微开的一点点花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摆在这个桌面上啊，让它彼此之间做一个很美的搭配啊。其实这个部分呢，您可以随着您的喜欢啊，随心所欲的去把它做出来啊，这样把它做出来啊。好，我想这么宁静优雅的一种生活空间是大家所期待的啊。那您也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去做一做啊，那让自己也觉得
很开心，很喜悦。好，那接下来呢，各位爱画的菩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一卷这样子，蓝色的这样的一个球麻丝，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蓝色球麻丝，它感觉上很特别哈，那也很美啊，那很多人很喜欢蓝色啊，蓝色可以会给人家一种像海的感觉啊，那也很宁静的感觉。我想，据统计说，全世界的人呢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哈，他最喜欢的颜色都是蓝色，啊，所以当那个德国人呢，他们发明了拜尔蓝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要用蓝色征服全世界，啊，所以在夏天呢，啊，或者你觉得需要一个很宁静、冷静思考的空间的时候，你就可以选用蓝色，那今天借由这个蓝色呢，我又搭配了一个这样白色的一个。白瓷的一个花器啊，那各位爱画菩萨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花器，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梅瓶啊，然后在上面呢，做了一只好像蝌蚪，那有点像小龙啊，要画成龙的感觉哈，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吉祥的一个小动物的感觉哈，加在这个上面，那让这个小梅瓶有一些。微微的一个变化哈。好，那今天呢，我想要插一个也是很特别的花材。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呢，我手上的这个花呢，我想很多人都不会不认识它。那我们就叫称它为牵牛花啊。那牵牛花呢，其实我应该昨天先采起来，让它今天开。那像我今天直接采，它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花都有一点点不太美了哈，因为。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插牵牛花呢，都要前一天，采下来，然后呢，第二天开的时候去运用它啊。好，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牵牛花呢，把它拿下来，啊，那我们让呢，这两朵呢，准备明天开放的这两朵花呢，来供养大家哈。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呢，其实最喜欢的花是含苞绽放的花啊，就准备含苞等待的要开放的花，那这样子是最好的哈。好，那我让这一朵这个牵牛花有一点点，把它转一下下，看一下感觉哈，它很自然的感觉。那它的尾端呢，虽然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细细的这个。这个叶哈，那您如果觉得说把它留下来很 OK， 其实也可以。那如果您想把它修掉啊，那也是可以的哈。好，那我让它感觉一下这个感觉哈，把它修一下下，让叶片少少的哈，这样也可以减少它的吸水的需要哈。其实牵牛花的这个叶子呢，它很细腻哈，很精致哈。我让它的瓶口呢再干净一点点啊，我们常常说呢，插花呢这个瓶口宜清啊。好，那我们把它呢稍微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牵牛花啊，这样拿过来啊，所以有时候呢这样小小的一个花呢啊，就让人家觉得很清新脱俗可爱哈。那我在今天的这一个小小牵牛花的旁边呢，我加一个这样的小茶罐啊，小茶仓哈。那如果我们希望它比较有一种感觉。啊，我们在这个小茶罐的旁边呢，可以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海芙蓉啊，那它就整个空间感觉上就形成一个蛮美的一个气氛啊，很简单、很宁静的感觉啊。那今天在这个
牵牛花插座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牵牛花它也是早上开，晚上就谢了，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啊，就是它开谢速度非常的快。各位可以看到，刚刚呢早上采摘的花，我们已经不太能够用了。那其实藉由花，我们常常要懂得怎么样掌握当下啊，去布施，去修行啊。那我记得在禅宗的公案里面呢，它有一个故事啊，叫时来风送滕王阁，运气雷劈建王碑啊。那他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呢，他说呢，王勃啊，当时他的父亲啊在远方做官啊，在滕王阁呢，当时大开宴席啊，要写出一篇很精彩绝伦的一个对联，要挂在滕王阁上。那王勃呢，才气纵横，可是他想想看，他住的地方离父亲的地方实在是太远了啊，就像他想去也不太可能啊。不过他想想看，还是试试看，做做看好了啊。所以他当天晚上就，坐了船啊，想去他的父亲滕王阁那里啊。那其实他是在船舶在一个港边啊，结果没有想到当天呢啊，因为风吹的关系啊，就把他的船呢吹那个船的那个线呢吹散掉了。然后当天因为顺水而下。结果没有想到呢，刚好顺风啊，他在一个夜晚中，其实他在睡觉中呢，冥冥中呢，竟然第二天清晨很顺利的到了这个滕王阁，啊，所以我们刚刚在听到这个郑板桥的诗《不风不雨》啊，那你看风都可以帮助一个人啊，成就王勃，因为他过去修的很多的福报的因缘啊，让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时节因缘啊，那顺风而下啊，然后连老天爷用这个风啊都去帮忙他，成就了他可以有这个好的因缘，在滕王阁前面写下一首很好的对联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朝颜啊，他期待的明天正要盛开，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像花一样？要期待着随时有因缘，掌握当下，好好的把生命做最大的一个绽放供养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福化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地协助清海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常安乐。护持账号5005-9824，5005-9824，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三十系念大法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将会报恩殿万姓历代祖先紫安地藏殿之全球婴生卫生胎儿暨早夭婴幼童脸位世界各地网络登记牌位，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三十系念超度法会，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孝月，正是感恩报恩广种福田的大好时节，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借由修福修慧力量忏悔发愿，透过法会加持将冤亲债主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缘，与会大众皆能同沾法益，祈愿疫情早日平息，大众能如愿参加法会。疫情尚未完全解封，请大家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群聚，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随时公告周知。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三十系念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什么是初地的菩萨呢？初地的菩萨，他不再有执着，内心不再恐怖，也不升起颠倒，不会打妄想。他不担忧生活，也不惧怕死亡，不会对人产生怨恨，也不会对人毁谤，进入了初地的菩萨，他等于升到了诸佛的家中。他以助人为本分，以布施为快乐，能受容佛种，也能弘法度化众生，内心与菩提相应，欢喜踊跃，所以叫做欢喜地。